兄弟们，今天在小河边发现这两个透气孔，不出意外，这里面肯定是有货的。挖开看一下，我去，兄弟们，看见甲鱼蛋了，拿出来看一下。我去，不是甲鱼，乌龟。看看这乌龟蛋，两个，还有一个碎掉了。我去，里面还有一个乌龟。大家点个小爱心，点个关注，进来看我直播，正在直播中。